陳偉業、長毛、梁國雄三個社民連的直選立法會議員都在這裡。我們入了立法會這八九個月，搞到他雞毛鴨血，搞到現在曾蔭權離親答問大會，一見到社民連三條友他就吵吵曬，他上次就亂噏嘢，話他代表整體的香港人。嗱，各位，現在個隊頭咧就嚟緊㗎啦。嗱，我哋有個錘仔嘅，叫做揼實曾蔭權，大家要讀清楚啲，就唔好讀錯咗字，一陣間又話我哋講粗口，係嘛？呢、這個2012嘅錘仔，大家舉過曬先。啊，舉過啦。揼實曾蔭權。揼實曾蔭權。唔好讀歪先得噶，呢個 S 音啊，大佬唔係 C 音啊。OK， 各位，我哋係社會民主連線。